种肥料的时候，发现蜡笔不会，水彩不会盖到蜡笔，所以我们决定呢，利用白色的蜡笔做出隐形情书。我们要利用隐形情书写感恩的话、赞美的话，给家人惊喜。妈都会在我旁边照顾我，不会离开，将这世界照亮，对我很好，所以我想要用隐形情书跟他说一句话：姐姐我爱你。蛋糕，是不是？你收到这个隐形情书，你开心吗？我好开心啊！来，给妈咪看一下。请问你收到这个有什么感觉？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你要不要爸爸宝贝你一下？要。来。你要不要爸爸喂你吃香蕉？玉璇，下礼拜是小阿姨生日，你要送她什么？隐形情书。拿给小阿姨，快点。耶！拿给她。不是，你的情书给她。好，小阿姨要读喽。